戒掉了吗？我有戴水晶，这里的我有戴水晶。你的电好少。要看看吗？不知道，用我的手机验证吗？我来看看。来了。我发现两个头都没有插到，我觉得没有。那要怎么办？把背包拿掉。好吧，那你弄一弄吧。你留下线的空间太小了啦，每次都会掉的话。什么超短的？你今天怎么被拉出来？投影一点，好了。我看，还是没有，不知道。你看那的灯，看那的灯不要暗。然后它有暗，它有亮啊。不要暗，还是亮的吗？光车好看，好亮。对，不要按，直接看。对啊，看那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走吧。现在人很多哎，三四五六。对啊，阿五什么？好啊，去吧去吧，小心点。我在你后面，我下了，下不去啊。
太费脚力了，太费脚力了，太费脚力了。那难道要去坐拱多拉吗？啊，休息啊，脚好酸哦。
最后一趟了。是吗？3:04了。OK。我下来是可以再一次，但是要有点累。这次走那个要推一段的那边，那边比较好滑。对啊。连续强迫使用肌肉，我也很累。你也很累？对啊，因为这个乱选比较累吼。就是要不我就是要用肌肉的滑法，不能够打混。对啊。然后我就看我的，冲过去就。有啊，也可以啊，就四个大弯就没了，也可以啊。